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现在我们带您看到的是这一次的战争呢，可能对于欧洲国家有哪些冲击？那么当然对世界有什么样的改变？首先，我们带您看到的是沙国的王储现在来见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了。那么呢，还有习近平，他们现在是不是要来做一个抗美联盟呢？我们带您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跟这个沙乌地的王储，他们两个来通话，保持友好关系。王储还说，上个月他才刚刚拒绝美国石油增产的提议，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会服气。当然不服气了吧，伙同欧盟对于俄罗斯拟定新的战略，是不是打算长期的来孤立俄罗斯？但是有用吗？欧盟打算再制裁俄罗斯，锁定的是什么？银行跟能源业。我们谈到的是欧盟嘛，那么更不能讲到的就是一定要提到就是德国了。那么德国现在呢，他的副总理就说了，要积极摆脱对俄国能源的依赖。哎，要怎么摆脱？很简单，哎，我们石油很重要，那不要用石油怎么办？我们就骑车上班，骑这个脚踏车出游，居家上班。那么不仅保护钱包，还可以让普星气扑扑，甚至呢说这个晚上拉窗帘，避免热量的流失，就可以省5%的能源了。哇，这样的讲好像说，哎，好像在生活上你就可以做一些抵抗俄罗斯的行径。但是呢，德国的餐饮联盟就警告了，不应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你要打仗，你要战争，你政治要怎么讲我不管，但是人民的肚子一定要吃饱，而且不能涨价。德国食品工业呢，耗损天然气是第二名哦，没有能源就没有办法冷却保存这些肉类跟面包，可能会面临到的是断粮危机。那么在邻近的法国呢，总统马克宏也讲到了，让法国成为第一个停用石油、煤炭跟天然气的大国。有人说他就是现在为了选举要来抢攻绿色年轻的选票，但是呢，这相对来讲也会惹怒了另外一派的人。意大利的总理就说了，意大利跟阿尔及利亚签署进口天然气的协议，欧洲能以超乎预期的进度降低对俄国能源的依赖。现在是不是全数都要来压到非洲里面去了？我们就来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了？现在普京呢去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来通话，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目的呢？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不满就是那个 OPEC 加就是中东的产油国跟俄罗斯，他们最大的不满是来自于第一个就是这个制裁是没有必要的。对。那当然在台湾来讲的话，认为说应该要跟美国、乌克兰站在同一个阵线那这是另外一话。那这个就是政治考量的。第二个，他们更大的不满是来自于美国自己本身的过剩产能都没有完全启动。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认为目前来讲油价高居不下，对，那你就应该把你的过剩产能启动嘛。对，你为什么不是启动你的过剩产能？也就是说，这些油商都他们都还是在拼命的去赚这个高油价、高这个天然气价的利润。我生产同样的，可是价格涨这么高，那我赚翻了，因为油田都还在我这边嘛。可是我凭空的，就因为这个价格上涨了，我赚了很多。我为什么要扩大生产，然后让我的这个天然气跟石油往下降？对，所以这个油商他根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你整个能源价格上涨了以后，你的通货膨胀指数就上涨。对，那对于没有产油的人来说，像我们一般的普通的消费者或是工业的生产制造的这些者来讲，他就损失。没错。可是他的损失是建立在这个油商的富有的上面因为这个油商他就更富有。好，那他们生气是在于说，你美国的闲置的产能还那么多，你不启动，你却要我们来增加供应。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跟美国一直在这个地方争吵。那拜登说我已经把我的战备储油拿出来了，可是你当初的战备储油是很便宜的价格买进来的，你现在释放出来的时候是以现在的高价再卖出去，那等于还赚一笔。对，然后呢，你的油还在你家。对，因为美国的油还是在德州还是在阿拉斯加，还是在自己的家里面你到时候你再生产出来，又补回你的这个战备储油，也就是油价下来以后，你再生产再补回去就没了，那你就又还是赚两手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账，大家都在算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对于俄国的这个封锁
孤立，我倒觉得这个在过去曾经有过，以前列宁革命的时候啊，是，也就是原来是沙俄嘛，嗯，那列宁革命了以后，就社会主义就进入了俄罗斯，俄罗斯就变成前苏联啊，那是更早以前列宁时代，当时的欧洲的这一些资本主义的国家就在孤立俄罗斯，嗯，所以俄罗斯在列宁时代的时候就跟斯大林说，你在研究往东看，可是那时候东方是很落后。除了日本以外，其他的国家都很落后，嗯，哦的这样的。可是那个时候，俄国已经开始在往东看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工业体系也这么的强大，而且“一带一路”也都连通。那所以对俄国人来讲，他往东看，对他来讲不会是一个不好的事。我再强调，第一个，过去曾经有过经验，嗯；第二个呢，他在往东看的时候，会使俄罗斯的更多的产品往东部、往东方、往中国大陆、往中亚、往这个东南亚来卖。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俄国来说的话，他以前不会做冰淇淋，他现在已经卖冰淇淋了。他以前在欧洲，因为你没办法跟欧洲人去比冰淇淋啊，比巧克力啊。对。可是他现在那个东西可以卖到亚洲这个地方来，有市场。那他慢慢的，俄国已经，也就是说不会再只是生产天然气跟石油，跟化学肥料的国家，它慢慢的已经有一些啊，这个民生的产业，对，多元的产业已经慢慢在出来，因为它从俄国运到亚洲，那如果欧洲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好的话，船运又常常堵，那你欧洲的这些好的巧克力或是这些甜点，你卖不到亚洲的时候，变成被俄国的取代，这个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有的已经部分在发生了嘛，因为俄国它现在往东部、往东方的这些贸易额拓展，这样已经在成长了，哦，那当然还不大，可是对俄国人来讲，他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因此我觉得孤立俄国这个部分长期来看是做不到了。嗯，那我们问一下亮哥，尤其是亮哥，你帮我们用一下来数据分析好了。那么欧盟呢，打算再制裁俄罗斯，还要祭出更多手段，尤其又讲到一个能源。好，那么现在你看德国、法国也许都想要跟进了，但是人民好像不太愿意，甚至食品业直接跳出来喊说，不行啊，你那个天然气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很严重，可能还会导致断粮危机。不，这个欧盟他没有错，他已经有三波，这样再进一步有第四波吧。嗯，不过能源各国并不一致啊，我难以想象他可以达成决议了。很难吧？本来因为很多企业，他当然宁可拿到低成本的能源嘛，当然，不然他的成本就会上升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右边这些都是企业界的心声嘛。对。那尤其是中小企业一定承受不住了，所以。而且现在通膨已经那么严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决策做不出来了。而且他已经对俄罗斯的银行已经大部分都已经锁定了。嗯哼。他现在主要是对有能源交易的部分，他让他例外。哦。所以难道你要把天然气银行也包括在内吗？嗯，我认为他做不到了。这个，我认为大概就是欧盟里面的有一些官员，他表达他的立场，因为欧盟有27个国家嘛。对。里面也有鹰派啊。嗯，里面有立陶宛啊，有波兰啊，所以有一些国家他可能觉得他可以撑得过嘛。嗯，那可是我认为大国都不可能、啊。对，比如说意大利、法国、德国，那这三个国家如果不愿意跟进，那大概就搞不定了啦。所以可能是他们的领袖只是先喊口号，但是呢，民众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做得到。一旦做到的话，这经济冲击来讲，相对来讲是真的是蛮大的。我要政治人物跟。企业界本来就是利益不一致嘛，如果他刚好要选举了，比如说刚好要选举，他可能就讲一些民粹的话嘛，那事实上政策没有办法跟进嘛。嗯，这美国也是如此啊，比如说美国现在有一大堆鹰派嘛，嗯，因为他年底要选举啊。哦，嗯，可是这个叫口嫌体正直嘛，那事实上还在买俄罗斯的石油嘛，还在买俄罗斯的小麦嘛，天然气啊，还在买俄罗斯的肥料嘛，一大堆嘛。那这些政治人物怎么不去谈这些问题？说为什么政府不停止呢？嗯哼，可是他都讲一些空的嘛，嗯，就说啊要这个制裁俄罗斯啊，干嘛干嘛、啊、哦，可是具体的东西你怎么不讲？你现在互相矛盾的部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具体啦，看欧盟最后推出来的第四波的制裁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嗯哼，
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张老师哦，尤其现在意大利总理讲到说，欧洲能以超乎预期的速度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虽然刚才亮哥讲说不太可能了，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们把一些重点已经压到非洲上面去了呢？应该这样看啊，我刚在听那个赖老师亮那个立委在讲的时候，我在想一个我们台湾民间很通俗的叫布袋戏，对。布袋戏是演出来的哈，政治人物演出来的。好，那个布袋戏那个手那个人呢？对，需不需要人员跟粮食？他表面上在那边演得一塌糊涂啊，演了很多东西，但他这个人呢，还是要人员，还是要粮食，他才能活下去嘛。那这个人是谁？就是这国家的老百姓，这社会上所有人就支持的这个演布袋戏那个人嘛。所以在外交上，在政治上，他摆了很多布袋戏在那一边。今天讲真的，如果没有发生俄乌战争，这是题目吗？不是，这完全不是题目啦。没有人要讨论这件事情啊。没有这个问题。好好的、啊，对不对？那因为发生俄乌战争，才这些问题才跑出来。那好，那因为发生俄乌战争，为了要制裁俄罗斯，这问题就更严重了。好，为了制裁俄罗斯，好，因为要制裁呢，我们就看看，因为重点是在欧洲啊。好，欧洲，我们看欧洲国家，很明显嘛。我们讲，我用二线大国来讲好了，因为我们把一线就说是美。这样就一线好了、二线大国他们表态怎么样？显然不从的为多嘛、就是演布袋戏的为多啦。演布袋戏的为多。那这就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我常常讲餐桌上的问题啊，我们餐桌上能不能吃饱才是最重要的。布袋戏演那么多、是演给别人看的。回到现实面，如果今天他们要选举要连任的时候， 他要不要顾餐桌上的问题？他一定要顾。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不然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就中间一个，用所谓的政治恐吓来决定选举的，而不提醒老百姓餐桌上的问题的。那现在法国在选总统，结局我们大概都可以预期了啊，大概就是马克龙那边会胜，大概就已经预期了。那他为什么可以比较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其实有一个原因啊，他比较走中间路线，他比较顾餐桌上的问题。民生的问题，民生的问题，他比较顾这个问题，所以呢，他说，比如说，要成为，他还在讲演戏啊。他说，让法国成为第一个停用石油、跟煤、跟天然气的大国，但又还是在演戏啊，因为他要选票。但事实上，他在做法上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政治归政治啊，我们其实政治是管理好众人之事，还是回归到民生议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其实要依赖非洲，根本也是。这只是先喊喊而已，意思说它替代的应该这样说，有限了，要长期规划，不会一天突然跑出来，非洲不是没有产能的，就像中国大陆不是没有蕴藏什么东西，非洲是有的，但是呢，要预先规划，它不会说我今天需要非洲的石油，它非洲石油今天就出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前面提就聊到说这建立世界新秩序嘛，对，其实如果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元首都朝建立一个良好的世界新秩序来走，而不用担心说你起来了我就没有了，如果我这是理想哦，我讲的是纯粹理想，那这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呢，很多的能源哦，也不是说断就断，因为毕竟呢，这能源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管线都已经拉好了，你说你要从非洲重新拉，这也不太可能。